白雪村的探险来到了最尾声，我们继续加码行程的行程，由北峡山绕到鹅玉山，最后回到特富野古道。地过来的，过去就昨天我们过来那个猎寮营地哦，然后从那边上去，要上120才会到这个北峡山呢、哦。那到了北峡山之后呢，就开始走人线，就比较平缓一点，就在个240这个240跟250这个区间来做一个这个前进嘛，来走吧，120。北峡山，山等三角点，好，我们抵达了。哦，它的标高24.68，三等二点，编号7520。哇，从那边上来是不简单嘞，背这张上来是不简单嘞。好、哦，先休息一下，不要拍照。哇，那北峡山往这个东水鹅玉山哦，这边一片超酷的森林，你看，哦，超整齐的，整齐这一片。那左边那边有一个天池哦，水路的，很水的地方，往前走。抵达2512峰哦，有一个石头，我往那边走。抵达东水沙滩，十二米山，是嘉义十二米山之一啊。标高2166。抵达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往特富野古道的位置哦。我们要从这边切上去60公尺，要去这个鹅玉山。轻装上去，包房这边啊。
山啊，三角点，标高2606公尺哦，然后是这个三字的森林三角点。好，那我们从那个鹅玉山的岔口开始就背起我们重装哦，准备回到这个志中这个派出所旁边哦。那个鹅玉山也称为志中山呐、啊，然后东水山称为水山，也是一个别名。那我们现在就要下。要走1.5公里，然后下200，就会到志中派出所，就继续前进吧，快结束了。抖下好久，一直抖，一直往下，膝盖都受不了了。毕竟爬山第十天，那这边就一层一层，那个是以前那些伐木的那个工地哦。好，那我们要志中派出所这个登山口啊，那我们停车这边，那我们走了大概6.8公里，然后花了大概4小时左右会抵达这个，后来就停车从这个南岸地将上这三个山呢、啊，北峡山、东水山跟那个鹅玉山这三座山，中间是有一些人线蛮好走啊，但是还是有些躲那个爬坡跟下降是要去克服的哦。那我们的哦，白雪村、拉拉克斯神木，然后峡山。跟这三座，我们先走这个山，那个三个三角点呢，就把它走完了。那我里面的民族代表就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这一趟文化铁道之旅收获满满，不仅看到许多古文物，也看见许多雄伟的神木。下一个系列，我们前往台湾南部，寻找台湾三大抗日英雄最后的居住地，认识这个伟大的布农族英雄拉霍阿里。